空间给要进去报案、要进去借厕所的人，一个一个来。如果有任何不理性、不平衡的行为，我相信很有可能是警察挑衅啊！各位朋友，我必须警告中正一分局，警告中正一分局，我是现场指挥官，我叫做洪崇彦，您的行为现在已经危险。